他这个成功率真高，我加七十都用了一万多金。大家想，因为你那是主武器吧？那是武器啊，对，主武器。那我们今天掉了什么？掉了那个神圣的副手。对，然后还有呢 ？Mystic 的高跟鞋。还有呢？还有机械的手。还有一个游侠的，游侠的，游侠的手吗？不是游侠，还是炼金的吧？哦，那个没用。加十了，我操，加十了，我。我操，你也很小流。我有问题吗？知道。不是说死刀的，海龙硬壳掉装备的顺序好像也是这顺序，好像是。我怎么感觉差点昏厥了？我操！我到现在练脚都没见着过，我操！走，陪我打海龙硬壳也很难。等会儿。我靠！你俩打海龙硬核出了个链甲，就把你把利用再也不吃了，我操！把你硬核用完了。我现在去买个米饭，我这一家子也要吃。买个米饭，我先挂了。那个还有副相，让我看一下。放个双弓致命。我操！还让我想开双弓致命，我想看5.75五双弓致命。肯定有很多算了，那肯定可以出。我操，力量敏捷！我操，十一了！我操！我操，这敏捷！你最后一下了，掉就掉一下而已。我一下就上了，秘密。我必须使用，这要出毒。所有那个钱拿出来了，存了超久，估计他应该花了不多吧，这么快就上了，但是也很费钱啊。我那一下，说了一下吧，就是一下的事情。我操，还有现在多少物呢？我先送魔，送魔，先送魔，先送魔。我要保我一万四了。我操，你还有你的运气，我很低。附魔呀，傻逼！我都去买米饭了，不是他。还有，等你附魔，快点！啊，这个人品太好了吧，直接上十二了。想当初那海龙盾牌。什么附魔啊？我操，双弓！
出了绿花，而且我们没人死啊，我们上次挂了一个。现在出几把，没再出几把绝地主今天的话，我们就基本上也是下去了。就现在只要不死人也没问题，不太清楚，只要不挂人的话，输出足够了。其实挂一个挂的不是太早也可以，也没事。把一队的武器凑齐差不多了，我再把主力分一半，分一半就可以了。
第四，第四。